那肯定是我师傅陆成辉了，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现在也有，从一二年到现在也有上，现在是2022年，8年了，也有8年时间了。这8年呢，我也经历了很多，我师傅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，不光是从这个训练方面，还有平常的生活啊，包括做人啊，在包括在事业上，都是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说。